我慢慢跟你说，王妃回去。王妃，王妃，别这样啊！王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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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别胡闹，快下来！你去告诉我父，让他来给我收尸。你们只管去娶那个姓陆的女儿，我活着不是为了让别人跟我来分丈夫的。哎呀，快下来，快来帮我！跟你我说不清楚，我现在就去御前，我找陛下赔礼去。你疯了？你敢？夫人的名声比命都重要，为了你，我名声跟命都可以不要，我还有什么不敢的？没有教导好小女，是臣之罪。算了，已经这样了，就不要再提了。可臣不是跟大王说过得瞒着他吗？岳丈觉得我不想瞒着他吗？这安平伯的钱算是白白扔水里了，到头来获益的只有……是你说要撤回的，你家的钱朕可是不还的。陛下，妾心里头说不出来的难过，陛下还有心思跟妾说玩笑？朕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，你们何必又多这一桩事？儿父撼动成这样，陛下不管管吗？你看不惯他，朕一纸诏书把他废了就是。陛下，你家的茶拿回去喝吧。谢陛下。加点醋，味道会更佳。陛下。